大哥，你能不能把你所掌握的情报给我看看？ 大哥，这姑娘你认识吗？她就是码头帮帮主的千金。长得挺俊的呀，给你当压寨夫人怎么样？说什么呢？小气。是张小姐吗？ 货你们都已经看过了，货不错，货是上等的好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送到我们手中。杨老总的意思是，不要发生任何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个我们都清楚，以我爹爹的实力，杨老总应该可以放心。只要款到位，货立刻出发。张小姐，您看我那一成的好。 不好意思，我爹爹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，我不知道。张小姐，我见不到货，这定金我无法给您。那可不行，我爹爹跟我交代过的，一定要看到钱我们才可以发货的。既然这样，张小姐，看来我们这单生意。 做不成了。站住！你也知道我爹爹在天津的身份，说好的不能变。你敢反悔的话，今天我是不会让你出去的。既然这样，张小姐，这是定金。 您过目，谢谢了。怎么了，张小姐？不记得我了？ 我当是谁呢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爹联合日本人骗了我，还差点害死了我的三个兄弟。哦，原来截货的人就是你啊！怪不得，就你这样的，
还敢跟我爹爹斗，我看你还是省省吧。你放开，我看你是不是不要命了。别生气嘛，只要你乖乖听话就没事。陈爷，有个号称汪兆兰的人让我把这封信给老爷。不急，报告。其实我只想麻烦你一件事儿，带我去见那个买家，你把钱收了，交给我，你就没事了。杨老总，你以为人人都可以见到的吗？所以才要麻烦你张小姐喽。我要是不答应，不答应，那我可就没法保证你的安全了。那你想要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动我一下的话，我爹地是不会饶了你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可就要对张小姐你无礼了。没想到小鬼子的毒化政策已经谋划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大哥，你的情报再加上我的情报，基本上可以掌握整个毒化政策的线路。虽然很隐蔽，但也没什么复杂的，只要我们把这些卖国贼一个一个全揪出来，逼得国民政府出手，那么他们也掀不出什么大的风浪来。二弟，你能告诉我你们的这份情报是怎么弄来的吗？那你能告诉我你这份情报是怎么弄来的吗？哎呀，好，二弟，这样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保持绝对的独立，但是现在是你我二人之间的合作，我不希望掺杂任何政治成分，可以吗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其实你不说我大概其也能猜一个八九不离十。兰心姑娘跟你在一起并不只是个人感情这么简单吧？他之所以留在黑鸟姬桥身边，应该还有其他的事。好好好好好，不说不说，那你能跟我说一说接下来你是怎么计划的吗？恐怕咱们还是得掌握一些真凭实据，否则的话就算公布于众，我们也很难收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。有道理，鬼子和这些卖国贼之间一定不会进行直接的交易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必须要通过第三方。第三方是马德邦吗？没错，石飞原来的时候啊，刚刚打下了基础，黑鸟吉桥接手就是为了把这个计划给实施下去。石飞原是一个标准的军人，而黑鸟吉桥更像是一个商人。如果把整个毒化政策比作是一个复杂的贸易，那么黑鸟吉桥更适合把这个计划实施下去。二少爷，二少爷。其实他们一直都没走，汪姑娘也一直在寻找你。二少爷，你不是说帮我找沈大哥吗？他人呢？
哎，对了，我三弟呢？他怎么了？老爷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会找人暗中保护你的。还是我一个人去吧。可你和小姐的安全，这……等我消息。还真是一只白眼狼！我终于知道你的兄弟为什么要杀你了。少他娘的废话！当初你流落在天津的时候，还不是我爹爹收留了你，给你吃，给你住，还给你人去消灭你的兄弟。可惜你啊，废物一个，什么也没有做成。给我闭嘴！我说错了吗？你不念我爹爹的旧情，现在还要反过头来抢他的生意？你不是白眼狼是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放了我还有机会。如果你再一意孤行，等我爹爹到了，他要杀你，我可一句好话都不会听你说的。不是我不敢杀你，看在你对我还有点情分，我是个念旧的人，不忍心而已。你说三弟去找马头帮了？对，他被马头帮给陷害了，伤了好几个兄弟。你们了解他的脾气，为了兄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。他说，就算抢不来这批货，烧也得给他烧了。这么说，黑鸟机桥和张世尧已经开始运作接下来的毒品买卖了？没错，据我们这几天的观察，鬼子已经囤积了大量的毒品，正在往四处运。如果这些毒品到了中国人的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我们就要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了。二弟，咱们没有时间了，现在必须要把咱们手里面掌握的情报公之于世，逼着政府出面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是我们现在还缺少关键的证据，没有真凭实据，国民政府很难做出真正的反应。这码头帮已经在帮着小鬼子运货了，这还不是真凭实据？王姑娘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我们想要掌握的是人赃并获。不知道我弟弟他们能不能成功，如果成功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抓住他们的把柄。你抢了我这车货，最终还是要卖出去的，不如我们一起做这笔买卖。怎么做？货是日本人的，他会提供给我们，买家我也有。我现在最发愁的就是中间的运输环节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替小鬼子做事。赵兰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货虽然是日本人的，但生意是我们自己的。那按照你的思路，那是不是这车货你用兄弟的命换来也跟日本人有关啊？赵兰，我这个人做生意向来都不吃独食，有钱大家一起挣，
这才是我码头帮之所以壮大的原因。盐帮你是知道的，我们水火不容。如今盐帮的十几个堂主现在都加入我的麾下，有这么回事吗？不信你可以问问。自打你那天砸了盐帮的赌场，我就想把你留在我身边，为我所用。后来之所以我把你关在牢里，也是因为保护自己，要不然黑鸟早杀了你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稍微动动脑子就会相信我。我不逼你加入马头帮，你回去可以跟兄弟们商量商量。但是今天我是带着诚意来的，你看我身后没有带一兵一卒，你抢了我的货，你也可以先留下，我姑娘也可以先让你控制。但是我劝你，就看在她照顾你的份上，不要伤害她。好，张帮主如此诚意，我一定会保护小姐的安全的。给我一个晚上时间，我考虑一下，明天答复你。多谢。女儿，别怕，爹在。王姑娘，你最好能在今天赶回去，看看三弟的情况。如果他真的劫持了码头帮的货，你一定要告诉他，千万不能跟任何人交易，这将是我们所需要的关键证据。好。今天在树林里跟你说的那些话，都是气话。如果不是你强行绑架我，我也不会有意伤害你的。你看不起我，我心里很清楚。我不是看不起你，我是心疼你。心疼我？不光是你，还有你那些兄弟，都太苦了。我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，招你的兄弟进城呢，是想让他们见识见识这花花世界，享受享受什么叫人生，不能一辈子都窝在大山里，到死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。没错，所以他们来了，是我带他们来的。可他们过的不还是以前的那种日子吗？着什么急啊？我跟他们说过，只要跟着我好好干，早晚能过上好日子。不是我又想贬低你啊，想要出人头地，光靠打是不行的，你得靠脑子。这里又不是在大山里，谁都管不着你。在天津这个地方，你谁都惹不起。少他娘的给我来这一套，老子不是被吓大的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以为我骗你玩呢？要不是为了我爹爹，我才懒得跟你说那么多呢。我爹爹现在已经不是年轻的时候了，他已经老了，早就厌倦了那些打打杀杀，他只是想好好的做一点生意，大家都有钱赚，这样就够了，明白吗？那我问你，你爹今天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要不然他能把我留在这儿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你最好的一次机会，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就算你那些弟兄都身手不凡，可真要与我码头帮几千人打起来，觉得你们能赢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赵兰。大姐，赵兰呢？姐，听说你已经得手了。是，不过别说了，这批货暂时留在手里，千万不能交易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见过沈大哥和二少爷了，他们要揭露鬼子一个大阴谋，需要你这批货作为证据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现在跟他们没什么交情。
他们最后也不要来麻烦我。王兆兰，你想清楚了。我现在想得很清楚，我要带我的兄弟正式的加入码头帮。加入码头帮？你疯了你！汪姑娘，汪姑娘，怎么了？我弟弟恐怕是再也指望不上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已经正式决定加入码头帮。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你不要再对他们有所疑心了。真的是你误会他们。沈大哥可以证明，那天开枪刺杀黑鸟技巧的根本不是何东明。我现在不在乎这些。我在乎的是兄弟们明天吃什么，过什么样的日子。那你也不能跟码头帮合作呀，那码头帮跟小鬼子可是一路的。你要相信沈大哥和二少爷，他们可是你结拜的。行了行了，姐，别说了。谁是我汪兆兰真正的兄弟，谁对我好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你清楚个屁呀！汪兆兰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执迷不悟，我以后就没你这个弟弟。你少拿这个来威胁我。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弟弟，但我已经决定了，你改变不了。反正我认你这个姐姐，你也放心，等我将来出息了，会孝敬你的。大姐，大姐，我以后没你这个弟弟。大姐，我站住。他这是一错再错，把弟兄们往绝路上逼。不行，咱们得去找他，把他给拉回来。他主意已定，恐怕谁去都没用。那也得去找他。我们已经把资料送到报社，明天全城的人都会知道国民党勾结日本鬼子进行毒化政策。大哥给北平的董团长发了电报，相信不久军方和警方都会有所行动。如果这时候他再执迷不悟，参与毒品的事情，那就是纯粹找死了。啊，大哥，走。大哥，三弟，三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三弟，听我们一句劝，不要加入码头帮，更不要参与毒品的生意。哼，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？这事儿还不够吗？三弟，我跟二弟已经掌握了小鬼子。心平气和地跟两位哥哥谈，谢谢两位哥哥关键时刻还能想到弟弟，我心领了。但是我们是从大山里出来的，没有两位哥哥的脑子和门路。再说这笔买卖再危险，总比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更容易吧。可你这买卖是犯法的，你也知道鸦片是害人的东西。你今天要是不跟我们走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
他没把你怎么着吧？看您说的，女儿是谁啊？就是看在您的面子上，他也不敢对我怎么着。爹地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快说呀。王兆兰带着他那十几个弟兄要加入咱们码头帮了。那太好了。老陈，你去安顿一下，待会儿我过去见见他们。好。来，丫头快坐。哎呀，我现在特别后悔把你一个人留在那儿。我真害怕这小子到时候脾气一上来对你做出什么不利的事。没想到我姑娘平平安安的回来，还带了十几个兄弟加入帮派。哎呀，看来我姑娘真是长大了。行了，您要是再夸，我都要不好意思了。爹地，您是不是真的想把那些人留在码头帮啊？只要对帮派有利的事情，有人加入是好事情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有一个建议。我想让汪兆兰认您做义父。义父，说说你的理由。对于别人来说，认爹地做义父，那简直就是烧了高香，攀了高枝儿了。可对他来说不是，他身上有股子傲气儿。如果他肯答应这件事儿，那就等于是向您低头了。他心理上服了您，以后就会乖乖地为您办事儿。那我呢，就可以完全把他控制在手里，不然留他也没用，是吧？那我就听我姑娘的呗。格格，娜子小姐，这些天多亏了你的帮忙，现在我都不出错了。以前老是被菊田君责骂，现在一次都没有。不必客气，我们是同事嘛，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。我这几天身体不太好，可能明天不会来了，要多加仔细啊。格格怎么了？是生病了吗？不，你是女人，你懂的。啊，我知道。那格格这些天要多喝一点糖浆水，我有时候都会头晕过去的。来人，秘密召集所有人集合，我们有紧急任务。是。根据迹象表明，政府很有可能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希望黑鸟先生把生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，千万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一点把柄都不交给他们，恐怕他们不会轻易甘心，还会继续不停阻挠我们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不如让他们随便抓一两只替罪羊回去。你们的国民政府我是最了解的，做什么事情无非是摆摆样子，随便抓几个无关紧要的人，能跟上面交差就行了。那抓谁呢？这个得交给张帮主定夺了。敬了孝敬茶，
喝了歃血酒，从此以后你就是老爷的义子了。汪兆兰，从今往后，愿听干爹差遣。以后你我情同父子。要一起为帮内出力，帮主请放心，既然我入了帮，就一定尽心尽力，绝无二心。嗯，狗子，哎，帮主，以后他就是你的贴身保镖，你要时时刻刻的保护着帮少爷。是，帮主。你好，少爷。多谢干爹关心。今日大喜，帮内所有人好好庆贺一下。是。沈大哥，二少爷，我知道你们做的事情是对的，赵兰她自己选择的那条路，就让她去吧。你们的事情不能停。我想三弟留在码头帮，也只是他暂时的选择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过来。毕竟，他本质不坏。现在最稳妥的办法，就是让三弟老老实实的待在码头帮，不要参与贩毒运动。如果让日本人和码头帮之间产生隔阂，暂缓他们的合作，让毒品暂时还留在日本人那儿。码头帮现在跟日本人如胶似漆的准备大干一场，怎么才能让他们产生隔阂？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去救蓝心的时候是谁先开的枪？码头帮。对。张世尧那天送我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暗中派人盯着我们的行踪，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老狐狸他已经知道我们要去救蓝心，他暗中设了一计，在黑鸟集桥的府邸制造了一场混战，打伤黑鸟集桥，置我们于死地。可惜的是，他低估了我们的能力，没有能成功。虽然没打死我们，但是他逼得黑鸟集桥出了手，加速了他们的合作进程，所以他们开始打压盐帮，开始贩毒运毒。否则的话，以黑鸟集桥的性格，他不可能这么快就信任张世尧，而且把运毒这么重要的事情完全交给码头帮去打理。所以我在想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的真相给捅出去，让黑鸟集桥知道张世尧在他的背后做了什么，那黑鸟集桥一定会起疑心。事儿是这么个事儿，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光凭嘴说，黑鸟集桥会信吗？我们去说他当然不信，但是如果是蓝心去说呢？现在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让张世尧知道，黑鸟集桥可能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那么张世尧一定会害怕，他们双方一猜忌，合作进程就会放缓。更何况黑鸟集桥对三弟一直以来就不信任，张世尧为了自己生意的信誉度，他一定不会再让三弟参与到运毒这件事情上来。老板，来四个苹果。好，好嘞。
格格，喝杯水吧。你身体不舒服，先别起来。只是给格格缓解疼痛药，先拿去煎了吧。好，谢谢。你呀，别太着急，身体没恢复就先别过去了。什么时候身体恢复了，想去再去。我记得你以前身体没这么弱呀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可能是接连几次受到惊吓，尤其是上次差点发生意外。这个何东明自作多情，却不知道你现在已经转变了，还差点害了你。不知道实情，如果没有何东明，你我在上次的袭击中也可能发生意外。实情说详细点。其实是码头帮的张世尧想杀我们，何东明是来救我的，当然也顺便救了你一命。这是当时何东明亲口告诉我的，我也不信，所以这是我没有离开的原因。但是后来我越想这件事情越觉得不对劲儿，他们若是想救我，为什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呢？你没想过这是何东明在迷惑你吗？可能我是被吓到了吧，没有考虑这么多。但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出那天的情景，我真的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们进来之后有五六个黑影从这儿逃了出去，但绝对不是我们的保安人员。这个子弹是我后来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的，你调查一下是什么样的人在使用这样的枪。给杨老总送货的事就由你去办吧，毕竟因为你耽误了一天，你过去也好好解释一下。还有，我想在帮中替你叔叔微信。没问题。不过这个杨老总不是不和外人做生意吗？你只负责送货，钱的事儿不用管。明白了。张帮主，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。喂，我是军统的人，现在我手上有一份密报。严妮在天津下野，前政府高官杨乃龙、伙同韩仁兴、史大发、天津站原站长陈友善、北平站原站长张居素等32人，他们勾结日本人，准备发动兵变，意图使天津脱离国民政府的控制，宣布独立。蹲下！蹲下！蹲下！我们已经接到密令，姓杨的勾结日本人，意图发动兵变。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打开！鸦片！回来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老总，你听一下，公然贩毒，一样是死罪。现在人赃并获，全部给我抓起来！是是。防爆车，快！快去码头！你走不了。韩仁兴、史大发，你们被捕了！卖报，卖报，卖报，卖报！今天的丑闻，
政府高官勾结日寇，推行毒化政策。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情报还要不要发出去？发出去。事情瞬息万变，我们无法预料。你们已经替赵兰想得够多了，能救他最好，救不了，让他吃吃苦头也是应该的。这就